就是看到才好，就是才会好看，所以就什么 Kitty， 我不是 Kitty。其实啊，我说实话，我每天的妆都是一样的 ，OK， 完全没有改变过我的妆容，我的妆容一直都是这样子，我没有换过，永远都是同一种。Hello， 大陈，我今日咧，即系你见咧，我企即系我搬家了嗰个企位咧，我系即系我系企离你好远，但我特登掉俾你。其实嗰阵时咧，即系我知道你坐边之后咧，我就想一定要掉絲帶給你，因為我覺得你是很難得才可以看一次表演，所以我就把絲帶掉給你。跟住我是開演之前我知道你坐哪啦，然後我就我就跟妮妮說話，我有個香港朋友會來看表演，他很難得才可以來看，所以我希望可以把那個絲帶掉給你。所以呢他就說好啊，我們就交叉掉啦，然後就掉了過來給你。我刚才跟，因为那天公演呢，拿到我丝带的是大厂，对，然后他那个就是来自香港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可以来看一次公演，所以我就那天我知道他坐哪里之后，我就马上跟妮妮说，就是那个丢丝带的位置，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丢，就是他坐那边，所以我希望可以丢给他，然后。妮妮就说哦好啊，就是你很快就答应我，他说啊好啊，那我们就交叉丢那个丝带，然后就说好，谢谢你，谢谢妮妮，就是很开心妮妮愿意就是让我把丝带丢过去，可是我就有点松开了，就有点不好意思，对，就是我丢出去我太用力了，我很怕丢不到给他，还有很怕丢错给其他人，然后其他人接就是接住了就没办法给那个香港的爱迪生，对，所以就有点担心，然后就丢得有点用力，然后那个丝带就从我的手上就是不见了，就是去了他那边，然后他就是把那个丝带再换给我，对，就是很开心，就很感谢你，你愿意跟我就是分那个。就是你知道平常应该是丢前面嘛，丢前面就是比较顺一点点，对，可是他愿意跟我这样子交叉丢，就是我有点我的小自私变成他的一个要改动一个东西，我就觉得会麻烦到他，都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就是他又愿意配合我，我就觉得很感谢你这样子。Hello， 姐晨，萌新，今天是不常见的马尾发型。狗冲特 B， 狗冲特 B， 我见到你上面嗰个连狗样，笑死我。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应援。扇子上面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讨论区的很的吉祥物嘛，叫连狗，就是连接的连，狗狗的狗。然后我看到我就是笑出来，因为在 reset 的时候啊，就是我不是张扬的刹那，之后我都飞超厉害。我那时候公演呢，我有发现很高很高很斜高上面的排，就是很高的排数的人，我看到好像有四个人是连着，都是红白拿着红白应援灯的，是吗？社长来了，哎，社长嗨！我有看到那个你拍的下班路的那个影片，然后我不是举了一个弓吗？其实我从前几次就很想要做这个事情，然后这次我做到了，我做到之后我超开心的，然后还拍到我超爽的耶、yeah! 很开心，还有人跟也拍到我，对，
四个连着一起上山，没错，这是四个拿着红白应援灯的人，这像山哦。就是我，其实我一开始我就看到，哎，很高很高那边就有四个连在一起的人，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是分别是，对，有贤仔嘛，应该有吧，小赖。还有一个是新的，是不是有一个是新的粉丝 ？Taki 也在上面，我看到 Taki， 我一看就看到你是，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舞台，然后你们在上面 ，Taki 在这边。嗯，哦，那是嘉伟，爽啦！我有看到哦，其实虽然看起来很远，其实我都有看到你们拿的应援灯。而且昨天其实我有点难过的，就是之前不是一直很多超级无敌多红白应援灯什么的，然后这一次我觉得量是有，就是那个红白色的应援灯的那个数量有比较少，就是少了一些。我觉得我的眉毛有点露出来，然后这一次的数量有比较少，可能是因为就是我昨天有点难过这事情。那我有跟师长说，我也有跟我的朋友说，然后师长说啊，不一定每个人每次都可以来，其实也是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都有机会来这样子。然后然后我很难过，然后跟师长讲了，我回家之后还是很难过。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说，等我一下。这样也不叫。然后我就很难过的，我就说，今天公演很少我的，不是很少，要是我这样子，我就被打。Hello， 嘿，这是风仔的紫布的守护灵。对，然后我就很难过，我就晚上就是睡觉之前，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好难过，我今天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的粉丝变少了还是什么的。然后呢，我朋友就说，你要换一个想法。我说换什么想法，就是事实，就是我看到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朋友就说，你要想一下，今天是母亲节，你就想着你是你的粉丝太孝顺了，所以大家都去陪妈妈，所以就没有来看你。我就马上可以耶，这个真的是很可以耶，这个是让我心情有变好，你懂吗？我也知道是很难挤进去，因为买不到票。Hello， 母亲节也不去陪妈妈，你们真坏，不孝不孝，要打屁股，我打，嘿嘿。我知道有一些新来的粉丝，我都知道，我有看到，好吧，我有看到我认不到的人的脸，就是这到底是谁？可是他拿着我的应援扇，然后到最后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他是谁，这样。还有阿德，月笑说我不笑。因此取了月笑。哎呀，当然不是阿哲，阿哲你坐在旁边，怎么可能认不到你？我说的是，应该是一个推我跟品涵的人，对不对？
然后浩一浩一他坐在我站的位置的那边，然后他看着我的那个眼神很认真，你知道吗？超级认真的，我都有点我要好好表现，好紧张，你知道吗？紧张到我都没办法唱歌了，天哪！然后我手里捞捞握住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然后当我看着他的时候，我的歌词，我的歌词，我的歌词啊！我知道，狸猫头赞。我有看到狸猫头，然后你旁边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可爱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好像有跟我说，就是啊，今天有看到表演，本来是好像是不太认识我们，然后觉得我们都很有活力这样子。我喝一口水了。我刚才想说什么哈哈哈喽是什么，然后当我念出来我说哦哈喽 OK 哈喽，不是，这首歌是我最近一直在听，就是我知道这首歌它刚出来的时候是那个 Don't Judge Challenge， 就是大概是我那个高一高二的时候出来的歌曲，然后我那时候已经超级洗脑，我很爱这首歌，就觉得哇好酷啊，那个噔噔噔噔噔，那个超级好听，我觉得很好听，我很喜欢。然后最近它一直在自动播放，一直在我的那个主页里面，我说好吧，我按进去，接下来就会有其他的歌可以听。嗯，我都觉得可以再经常点了。然后我也成功的获得你误落首次很认真写 report 的第一次上来，谢谢你误了，很开心哎！但这首歌超洗脑，那个奇迹的衣服是蛮重的，没错。那个的话，你就当着你是背着一个背包就跳舞吧，就是一个没有很重的背包，可是它是一个背包这样。就是有这个披肩，背这个东西，然后就，就是你懂吗？就是，是超级累的。那天你知道我们跳完前四首，我们大家都是，就是有点就是，这样子，嗯，对，没错，就是我们大家都有一点快喘不过气，可是幸好大家都没事。这个 MV 的故事很好笑。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系咪咁？唔知。你猫头说：“我旁边还有优圈，还有他的女朋友，只是他们的荧光棒没有电。”然后我刚一看到，我就想说：“优圈不意外，嗯。”然后我也认得到他女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次，那个方向偶包不是有街访嘛？然后优圈说：“其实我是粉丝还是什么？我推另外的成员，上面没有的。”然后大家就问：“是谁？是谁？”然后他说：“啊，是小迪啊。”然后他说：“哦，膝盖吧。”然后。那时候好像真有拍到优犬的女朋友，所以我有认得到她哎，天哪！哇，我听到大家喊我，就大家小弟，我小弟，这小弟1700什么的，我都耶赞哦，嗯。那接到诗雅的
时代，太爽了吧！悠闲是多久没来公演，我突然都拿到一个超爽的时代。嗯，我看大家拿的手灯都不一定是很白的白，有些是比较米白色，可是我也知道是我，一定是我的粉丝，我的 ，OK。我觉得，很赞哎，就是我们在拍大合照的时候，你们不是会随便喊一些东西吗？然后我听到一个是说，我的是什么1700有生之光，叭叭叭什么的。然后我有比赞哦，我就是一只手拿着一个麦克风，然后我的放在后面，我在后面有比一个赞，可是可能挡住看不到，哎，不是，对，你们看不到而已。你知道白色情人节的那个故事剧情，就是我为什么要打那个椅子，是因为那个人去搬那个椅子的时候，我就被那个椅子撞到，然后我就哇、哦、好，就是被撞到了，然后就好生气，我就跑回去后面打那个椅子，就是很生气才打椅子。对啊，我是凹得很苦，你知道吗？这样子拿都要。希望你们看到，我比赞。嗨 L， 我是 D。会想到那个要业配吗？因为我觉得我在 IG 上面宣传，好像大家都已经哦知道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就要就是在这个大型公演现场时候说这个1700友善时光有没有很猛？有没有猜不到？猜我想不到吧？想不到吧？哈哈。你之后就会知道了，等他出来就知道了。最近有咩听咩广东歌 ？Raw Warrior， 叫咩？伊先生，你们不同时见啊？咁咩？周国贤嘅《Children Song》啊，《地下街天使》，叫咩？张敬轩嘅《超龙君》，《樱花树下》之类咯。仲有深夜告别练习。哦，就 Dear Jane 嘅嗰个咩？生化危机，仲有一首歌叫《独男》。你们怎么知道有穿制服的？这是刚买，这是新的。哼，我昨天呢有去买那个 Royce 巧克力的那个巧克力养育片，超级好吃。还不错、啊，可是另外的比较好吃。潘小勋，不是不是，这不是去当 donkey， 不是当 dog， 不嘞，不是 donkey， 是。Marketplace by Jason 还是 C2C 款之类的。如果你说 Donkey 的话，其实我没有买很多东西，没什么可以就是让我很有兴趣的去买。我去买那个 Rush 巧克力，其实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很想很想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去买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对，然后我真的是很想吃很久，然后我的公演结束就那天，当天我就去买了，我去买本来只买一包一盒巧克力，然后我就看到他说
你买满了1288块，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包白巧克力。我就还是不错哦。然后呢，我呢就去这看一下，然后我也知道 Rose 巧克力它的那个巧克力洋芋片超级无敌好吃的，所以我就好，我要这一盒，然后我就刚好就满了1000块。然后买完1000块之后，那个姐姐就跟我说，你买1288块，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排白巧克力，是一排一整排那种这么大一块，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吃的。然后我就好啊，然后说看一下，然后他说最便宜的话你可以买这个360块的这个什么巧克力饼干啊，就很好吃啊，什么莓果味。我说还有这个是什么味道，这个是抹茶。我说那我要这个莓果味的，因为里面有那什么蔓越莓干啊，有草莓啊，还是什么什么。我就好像好吃哦，我就买了。然后他就说好，那就送你这个巧克力咯。我就谢谢谢谢，好啊好啊，耶谢谢。然后我就很开心的拿着我巧克力回家。然后那天因为当天公演结束之后，因为我觉得场地我问过姐姐了，姐姐就说已经是把冷气开到最大最大了，可能就是天气太热的问题，所以就也没办法。大家也知道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其实大家也是蛮就是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容易中暑。对，所以那天我就有点不舒服，然后就回家睡觉，瘫在地板上睡觉。起来打开我巧克力饼干，打开我的巧克力洋芋片，再打开我的巧克力，超级好吃，可是我还没吃完。那个吃起来就是巧克力比较厚一点，多一点。这个就真的是洋芋片加一点点巧克力酱，就这样子而已，这还行。对，超热的。我就是一个可以一直被续销的人。但是卡乐比 Rice 的那一盒我吃完了，我先吃完了 Rice。 我头发比较稀疏，可是我的头发是比较长。要为了世界和平，我再加个。有啊，有一整片都是巧克力的。有哦，有。香姐姐买7包，可以抽纸笔，再加加一包，可以多一张。特点哦，再次。只要你买7包，7，1、2、3、4、5、6、7。只要你买7包生血针，就可以抽纸笔，再多加一包就可以多一张特点了，赶快去下单！等一下，哭笑，晚熊，你们 tag 一下晚熊好不好 ？tag 一下晚熊，哇，熊出来喽，有影片可以剪喽 ，OK 哈，大家，我刚刚不小心打到我的手机，我刚
哎呀，那怎么小心打到？对不起，我给你踢一下，踢一下。证人已经在笑我，已经听到你的笑声了，听到你很那个清爽、很爽朗的那个笑声，已经在笑我。嗯。哎，我刚刚是真的是不小心的，好不好？我是不小心的哦，傻眼。那个 Billy， 你到底在干嘛？后天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Billy， Billy Jean is not my love。Billy 怎么了？你那尖笑出来，那不是计算好的，那是真的是不小心打到。那我就是很常做到这种白痴的东西。行了 ，Billy， 去记得要来哈。好，还有草莓酱。哇，听一下。让我冷静一下，怎么可以发生那么白痴的事情啊？真的不是，我在这也吓到，很怕拍到一些不应该拍的东西。要死我！啊，真是吓死我了！这我要押金。哇！看到我的床都是巧克力。你们也是可以这样子吃啊。超爽的，好不好？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Say yes, say yes, 'cause I need you to know. You say I'll never get your blessing till the day I die. So love my friend, but the answer is no, no. You can't be so rude. Don't you know I'm human to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I'm gonna marry you. 没有人看上小迪去拍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不用急着拍。不行，如果真人在运动的话就不能亲，我帮你亲。哎呀，我在想冰箱有什么可以吃的，好像没有了。对，代言巧克力我就会很开心，我就会很幸福，好不好？厂商送一箱，我一天就吃完。我要申诉一件事情，我没有在说谁，可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那就是呢，请各位发文发图片之前，先检查一下你文章的封面，还有你的内容。我一直是照片内容，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可能大家会拍到崩图，不一定是我。可能是其他的成员，所以请大家在你们发文之前先检查一下，看一下你的封面是不是崩图，看一下你的，看一下你们的内容是不是崩图。如果是崩图，请尽量不要发，你就发可爱、自然、好看。崩图的像这种，像这种，还有像这种，千万不要发哈，大家知道吗？我已经放下我的包袱，给你们示范什么叫崩图了 ，OK？ 还有那种，这种也不要发哈，大家，这种东西你们喜欢不代表我们会喜欢，你们喜欢不代表我们会开心，你们拍了也不代表我们会开心，因为你们拍的可能是我们最不喜欢自己的那一面，对，所以请大家发文。发文章、发照片、封面、内容，所有东西，请检查一下你们拍照片是不是好看的 ，OK？OK？、Okay? Okay? 我知道大家就可能会啊，好在意是不是我，是不是我？跟你们说，自己去看，自己去看。
what they do. Feelings they come, they go no chew. Late nights and street lights and people look at me, girl, the whole world could stop. 我现在说出我的心声，对，我的心声哈，是我哈，不关其他事情，只是我的感觉。你要干嘛？你要讨厌我，请讨厌我好了，不要搞其他成员，是不是？因为是我讲出来的 ，OK， 知道吗？嗯。我知道也很多人很贴心的，就是会帮我们收到一些像比温子丁啊、古菜啊，还有什么比较笑的，可能没有很好看，可是有帮我们调色调回来，还有灯光什么的。我知道大家都有还有的，就是帮我们去调啊，还有修图。我知道大家其实等我们上下班也是等很久，就是花了你们很多的时间心力，还有天气还那么热，其实我都知道。对，就是很感谢你。谢谢 KK 的紫仆的守护灵。我知道像这种等我一下哦。我觉得像就是像你们对我们这么用心，对你们对我们的好，我们绝对不会当成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喜欢我们的粉丝，就是有支持我们的粉丝，每一个人都是有付出，都有很用心。不管你的付出是金钱，还是你们的心力，还是你们的等待我们的时候那种辛苦、辛酸、汗水，所有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对，我们不会把你们当我们的你们对我们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可是我也同样的，我也不希望大家就是把我们小偶像就是。对大家可能特别用心，或者是对你们特别的关心，或者是很喜欢跟大家互动什么，也不要当成是理所当然这样子。对，这是互相的东西，这是互相的。对，就是那种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没办法那种，你懂吗？对，就是有点像大家对，所以呢，记得发文之前先检查一下封面啊、内容啊、照片啊之类的。如果拍到一些可能比较，就是可以更好的照片，那就自己再想想要不要发之类的。哎妹，对。Party rock is in the house tonight. Everybody just have a good time. 对，你们很拍到的崩图，你们就是可以自己就开心就好，自己笑笑就好了，可是不一定要发出来，对。谢谢站人的啾啾你哟。然后上一次不是我有说过，就是你拍照太近了，太近了什么吗？然后我很就是，其实我之后，因为那时候我当下的感受就是，真的是太近了，我看到我自己有点难过。那我有一次在直播上面有讲过这事情，然后那个人就好像把照片收回去还是什么的，然后还说他很难过之类的。可是你很难过的同时，我也很难过，为什么我长这个样子？对。那我当下的感受，我当下那时候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当下的感受就是。对，所以如果对我也知道，就是各有自己的编号，也是很正常的。对，特别是
像我这种，就是我连，比如说我发照片，我看到我的脸上面可能有一个，就是眼睫毛一个小小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都会把它收掉抹掉。对，所以我对自己在社团或者是这种网络上面宣传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其实我都非常非常在意，所以就是我发文我也特别认真去修我的图，特别认真去打我的文。对啊，虽然就上一次的文就是随便打打而已，对，可是图片我这次我非常在意，而且我也知道像我这么在意的人都存在了，所以这一定会有可能也跟我差不多会很在意这种东西的人，或者是比我更在意这种东西的人。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对互相照顾大家的感受，没有，大家也不用怕，就是会不会发了这个小队不开心，不用怕，因为我相信大家的审美眼光。然后我也觉得说实话，我真的是推我的粉丝，你们每一个人的审美角度、审美的观念眼光跟我很像，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你们觉得好看我也觉得好看，真的是不用担心。可是你知道有一些就可能不是推我的，可是也刚好就可能拍到我，然后这我只是一个顺道的一个东西而已，我不是你们主要想拍的一个人，我是你们顺道想要拍到，然后说哦拍一下一两张随便，然后你看到啊有照片就先发了再说，可是可能你就没有很在意我，所以你就就很随便发这样子，你懂吗？对，然后当我看到这样我就对，可是如果像那种只有拍我的，像五一啊、晚熊啊、人哥，有时候也会就是想要拍到我，真的我也知道，就是对。然后还有社长也是每一个都拍这样子。然后还有其实还蛮多啊，冠维啊之类的，很多很多会拍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有想要专心在拍我的人，他们都会很就是特别在意每一张照片，然后都会先可能就是修过，不管是怎么修，就是滤镜还是什么的，什么也好，反正就你们是推小弟的人都会比较在意那个照片里面的小弟是长什么样子的。对，所以那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像我粉丝就特别跟我的审美眼光还有我的角度都很像，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不用怕我会不喜欢你们发的照片，你们做的影片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你知道饭水偶像我相信我的审美眼光，我也相信你们的审美眼光。对对，谢谢解成的梦幻星座会生比心，米饭的四叶草，解成的梦幻星座，可是有一些推我的我都可能比较，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有差，大家的那个时代的是一点点有一点点差别，比如说小右说谢谢小右，有关我的我没有 YouTube channel， 你关注的应该是我粉丝开的 YouTube channel 吗？喂，瓦尼 ，Hello， 我想说，有一次好像是周还是谁发了一个我超级无敌黑的照片，我说，我好像变，你知道我本来是一颗温泉蛋，然后我看到照片上面的我是一颗铁蛋。天哪！哇，我是消焦了，是不是？我消焦了，我焦掉了，我真是，我超嫌弃里面的那个我，你知道吗？
不是茶叶蛋，是铁蛋了，已经是到了铁蛋了，你知道吗？你懂吗？哼，然后我看到他再重发一次之后，他就变了一颗茶叶蛋，有比较好的茶叶蛋，可是跟那个铁蛋比起来还是差不多啊。为什么？直接是我是被雷劈吗？请问我是不是然后就黑掉了？天哪！你现在看我是黑的吗？我现在最多就只到茶叶蛋，对不对？然后突然又看那个是铁蛋，请问我是用这个去挡住我的脸的吗？不好意思，我现在是我那个照片是长这样的，是这样一模一样 ，OK？ 我是这样子的，哼！我的五官呢？我的眼睛在哪？我的牙齿也看不见了，天哪！我真的超级傻眼的，我看到哇哦，哼！哎，啼笑，我真是我看到我整个这我心都凉了，你知道吗？检举检举，然后哎朋友检举检举，哎检举检举，打就打电话给检举，啼笑啊！超级我的铁蛋哎，我铁了，凉了啊！我这样子，别人看到怎么会喜欢我呢？对不对？对不对？哼，我的好难过哦！我是去参加那什么健美比赛。我是涂了那古铜色的皮肤，然后在那边，是吗？就是可能对，可能那天我还没有睡醒，我就拿起我巧克力酱化妆，然后出门，还公演结束呢。我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蛮多人截图那个给我的，我就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超难过，超级难过。哎，我变成了101109老妹。可是我觉得浩一的都不用修，浩一真的是蛮优质的，懂拍懂吗？懂拍哦，浩一，我喜欢你的照片，你懂吗？我喜欢，我来，浩一，谢谢，哈哈，仁哥，谢谢，仁哥赞。啊，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才对，不然这样子就好像弄，哎，弟弟过来抱抱的那种感觉，弟弟，我重申一次，我不是喜欢白 ，OK， Joe， 我要跟你说，我不是喜欢白哦，我不是喜欢白，听懂了吗？我讲第三次，我不是喜欢白，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个照片调成那样子，可以吗？这样千万不要哦，我没有喜欢白喜欢到这样子哦，也没有喜欢黑喜欢到这样子哦，我喜欢这样的自然 ，OK，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说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你懂吗？我喜欢自然。这样子，这样的比喻很妙吗？有吗？粉粉的也可以啊，蛮可爱的。你弄粉粉的感觉吗？粉粉的感觉就是
不是那种桃粉哦，不是这种桃粉色哦，你要踩，不要踩到雷哦，这种叫桃粉，不要那么粉 ，OK， 这种也其实蛮正常，这种粉蛮正常。想一下啊，这个太粉，这个太粉，我喜欢是哪一种粉呢？淡淡的粉 ，OK， 淡淡的粉就好了。你懂吗？要变成凤梨姐姐喽，人家的凤梨叔叔。现在跟你们在讲这种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东西，你们就变凤梨姐姐喽。嗯哼 ，OK， 乖。My young pink lady。啊！啊！我想说，我要说什么？不是我在说的凤梨叔叔是那个。算了，年轻人果然还是年轻人。我要用一下那诗雅的那名言的名言。哎，五一很棒，五一很棒。我们在刚才讲到那个什么拍照的一个东西，对，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你就可以去补档，我有一个很好的比喻。OK， 谢谢大家。嗯哼，哎，有点累，讲的有点累，休息一下。不好意思。表情管理中。要求我嗨，很方便吧，对吧？哎，你们想要听广东话吧，等我一下。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太冲动了。看一下广东话吧。怕讲错，所以我想听广东话版的。哎，没有人可以去 Google 那个东西给我吗？我知道周平安对人是很好，我知道，我知道他也很疼我。我只是在讲照片，我们是有分趴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是有分，就是可能你犯偶像的那个拍照的那个，还有个人的，你懂吗？看人是看几个东西，就比如说你会说介绍一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异性，你会可能会说外形，可能会说个性，可能会说兴趣。然后我现在看粉丝也是会看你
那个粉丝怎么对待你，这个粉丝用什么心态，这个粉丝用什么方式，对，是有分这种的，对。所以我刚刚说的是那个铁蛋照片的部分，我没有说他怎么样，你们不要误会，大强都没那么激动 ，OK， 冷静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我现在有点困，突然有点困，对。没人可以去找那个年轻人中都是年轻人的广东话版给我听吗？我来重复一下。嗯 ，Hello， 鼻子有点痒。找不到啊，后生仔始终都是后生仔。我想听他语气。一个赌神电影来看，你今天直播是这样子吧？你真系好嘢，一听就明白我嘅意思。你同高进喺公海嗰场赌局，全东南亚赌徒同埋捞家冚唪唥及实晒，开出嚟嘅盘口三赔一买高进赢。Hello， 诶，冇讲咁多废话。如果我可以令高进输俾陈生嘅话，你话唔系一条财路咩？你有咩办法令我实现？我在看了，我在看了。停啊！点样毫无破绽？后生仔始终都系后生仔。陈生，我哋睇过晒高进喺赌局嘅录影。后生仔始终都系后生仔。都看不出什么东西，我看了他500号牌，我发觉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小习惯，我不是二度这样摸，好想看哦，好想看电影哦，突然噔噔噔噔噔，那么是烟市一点，傾两点，累三点，即一条线，这只化学药水是要戴住液晶体显影眼镜才可以看得到，因为镜片含有西埃成分，要在美国才可以做得到。我一早就订到一副，他跟普通人一模一样。扑克牌有几个玩法，就是最普通的，我记得一个叫什么大老二，就是除大地。对，可是我发现除大地跟大老二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玩法，因为我们香港的话，我们是那个大小的话，我们小的话是菱形，第二个小的是梅花，第三个是爱心，第四个是那个扇子，葵扇，对。
这个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大小顺序。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大老二跟除大弟是不一样，还是是有点不一样。对，什么公演到了吗？我要听歌啦！不要吵！食菜令我记得更多，留意着你回忆菜谱，忘记老年脱发是我的错。你说过我要买豆皮，我就话未有货，我愿意献上我时菜位，望见你。你嘅菜头我冇理，继续帮你令我要结尾同我嘅味同合四话，你啲豆肉味唔好讲讲到你。絕對多謝自己。那边呢？
我有点太进去那首歌曲里面，你知道吗？太进去了，然后不是要走到中间吗？然后我再继续接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我就有点怪怪的，我想说糟糕了糟糕，我先蒙混过关吧，我就随便扭随便扭，这你懂吗？Touching you slowly, now feel you hold me. I was a player, I wasn't all me. I sent a prayer for something holy. Got naked and show me, cause I must be lonely, yeah. At first, I was hesitant, like a skeleton. You 20, but intelligent. Now all the mother bitches so relevant, oh yeah.没有飞吻，没有飞吻，我只是暂时。突然他，哎，你知道我就是那个会进去歌曲里面的人啊，我就是那种我会掉进去歌里面的人，然后会忘记动作，然后一直在那个音乐里面的那的人。我刚 rap 坏掉了，不行。If I wrote you a love song, would you sing it? If I need a bill of jail, would you bring it? If I win, then we up. If we fail, then we win it. Yeah. 坏掉，太久没 rap 这一段，我只会这一段，因为我超爱这一段。Baby, take a chance, cause I want this to be something. Straight out of a Hollywood movie. It's you, it's always you. It's you, it's always you. If I'm ever gonna fall in love, I know it's gonna be you. It's you, it's always you. But a lot of people, but nobody feels like you. So please don't break my heart, don't tear me apart. I know how it starts, trust me, I've been broken before. Don't break me again, I am delicate. Please don't break my heart, trust me, I've been broken before. I've been broken, yeah, I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open and then find out your love isn't real. I'm still hurting, yeah, I'm hurting inside. I'm so scared to fall in love, but if it's you then I'll trust you. It's always you. If I'm ever gonna fall in love, it's gonna be you. It's
眼睛不太好呢。If I never want love, you, it's always you. If I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I know it's gonna be you. It's you, it's always you.好难哦，这首歌，这怎么唱？
我们下一个就等人哥来唱给我们听，谢谢人哥。耶耶，我逃过一劫，谢浩一的掌声鼓励。哎，我在乱唱哎，你们真的是那么好的吗？那么好接受我乱唱？哎，不是 Esma 啦，人哥，换你换你。谢谢人哥，人哥永远都要帮我善后一下，善后一下。不好画，而且自己超坏的，而且我今天喉咙超痛。喂喂喂，不对，对，怎么不对？都是对的。谢谢人哥。有什么歌啊？我们彩排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在那个公演彩排，我唱超级无敌大声哦。然后到公演的时候，我的麦怎么了？啊呀，乘着我的爱的风，好像都没有收进去的感觉。谢谢人哥的直播的守护灵。然后我一直很在意那个参与的声，你输你迷茫，仿佛大量一般对我瞧着看。我很在意这个跳舞的拍子，彩排都好端端没事，在正式来就烂掉了啦，烂掉的我。好难过，形容不了我多难过。而且我，你知道吗？我出场的时候，我一帽子一直在这里，然后一直低头走，然后到音乐来，我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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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首歌真的超帅的，大家都可能比较是那种可能走出去的时候都在走走走，然后到位才放这里。可是我是一直走一直走，这样你们可以注意一下。Hello， 开美包。There goes my heartbeat,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 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home. 之前本身我跳第一首同埋个亲吻，我本来是跳制服的抵抗，还有。为了明天而接吻，对，我本来是唱这两首，跳这两首，然后这次是跳奇迹。
goes my heart. There goes my hands shak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my heart's keep breathing. Need you now. If I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I'd make sure life is dark. I spend hours of every day keeping you safe. Oh, I'll keep. 今天不能剪出来哦，这真的不行哦。I climb every mountain,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your heart. From every mountain,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Face what I've broken. I need you to see. You are the reason.有请仁哥，耶！仁哥赞赞，仁哥超棒！谢谢礼貌偷偷掌声鼓励。对，我的确我自己觉得那个中间是有点不太顺畅，就是那个七级中间那个 solo 部分，嗯，彩排是好的哦。今天表演就。整个烂掉，我真的快气笑了。我当下这参与在森林树林迷茫的时候，我就，又来了，我又来了，气死我了。
得这个世界超小的，这个世界好小。鸡蛋很容易咬到舌头，是吗？我也没有咬到舌头，就是我很容易，就是想要自己咬自己舌头。周傻嘛，周傻不是其实有个粉丝吗？他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哎，然后我说这世界好小，你懂吗？可是我不认识他，可是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我说哇，这世界太小了吧。广东不要粉丝什么？对啊，所以我才说这世界好小。还是我的朋友认识的朋友比较多，傻眼。超猛的。然后反正这个世界真的蛮小的，有时候我觉得啊，这个人离我很远，可是反而就是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谁，朋友的谁谁什么。没有听过那个广东的粉，没有听过呢。对，然后香港的粉丝，因为我的朋友是我的好朋友，对，就是我的好朋友也认识大厂他们，所以也算是我朋友的朋友，你懂吗？就是我还好像哇，还蛮接近的。还是你这个年纪就是会认识到很多人，还是什么？周雪是不是被我召唤上来了？我刚刚一讲到他，他突然上来，只是来看我直播，有点嗨。台湾很大吧？我觉得台湾很大。嗯哼，香港也蛮。大的，香港我也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啊，对。为什么你叫唐老鸭的屁屁？唐老鸭的屁屁是怎样？
且好像跳舞的人都会认识很多人，我是不是该去跳舞？嗨 ，Joshua， 哎 ，Joshua， 你认识江诺吗？你应该认识吧？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对，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啊，不是，是我朋友的朋友。那如果你认识，那你就是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对对对，我有听说过六层关系内都可以认识，就是全国的人。我知道这个说法，这超级好，超级厉害的。就是可能我跟你们的同学不认识，可是经过六层的关系就会就会知道，就认识你的朋友，你懂吗？就是超复杂的人际关系。等一下，六度分隔理论。我真是宣布，在座各位都是我的朋友，全国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全世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因为这个六度分隔理论，所以你们大家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公司姐姐们也是我的朋友，老板也是我的朋友，你们每一个在座，你们家人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弟弟妹妹都是我的朋友的。奇秀欧哈娜，那就是欧哈娜的，你懂吗？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你们都是我的欧哈娜，你们都是我的欧哈娜。哎，对，你问一下，可能说不定小明你那个来自香港学弟可能是我的同学的朋友之类的，会吗？人际关系有啊，国术一定有，那就是 You is youIt's always you. I met a lot of people, but nobody feels like you. Who's you? It's always you. 哭哭，Joshua 说那个你的好朋友张诺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我的朋友是哪个？我的朋友是哪个？你要去翻你的朋友的 IG 看看我追踪了谁，他就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就是你哦。我要唱一首朋友了，来朋友，我要唱歌了。 My frien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friends,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our friends we're makingAnd let's be friends. It should make a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Yeah. 你们说的朋友是哪一首歌？哪一首朋友？我唱的是谭咏麟的那首朋友。We are friends. We are friends.We're just friends. What are you saying? 这个我找一下。哦，是周建华，我没有听过哎，这首歌，他的。心接近，默默已增。
正是你。啊，有人打周建，周建还是周华健？我谁知道啊？谁？唱口狗噏，叉叉叉叉叉叉叉紧握你手，朋友，我都唔识唱嘅，我也其实不太会唱这首歌，然后另外一首更不会，什么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爱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怎么唱？朋友，等一下。朋友一生一起走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唱啊，我还乱唱，我还乱唱，我知道我知道，这些年一个人，什么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爱真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真爱过，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不会唱，等一下，会怎么唱？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哦，因为我没有听过，我是乱唱的，对不起。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爱要想还要痛，爱要走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停。哦，这是，对不起，我真是不知道。哦，对不起啊，我真是不知道这怎么唱。我听一下，我听一下，对不起，我马上去听听看那个差别在哪里。那个超级大的差别，对不起，对不起，我先马上，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我很怕大家会就是生气，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听一下。小画家，要不要推我？听一下。这些年，一个人，风也多，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有中一点点，中一点点而已。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有走，
好，我仿佛还是先不要唱，我怕被骂爆。我真没有，我刚刚是没有听过才，就是跟着他的 chord 然后去唱，感觉感受一下他那个。嗯，啊，忘记那是那是，我想到想那一首歌，找一下他的歌词，我想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好听。找到了，找到了。一开始仿佛满地尘埃都跳荡，一开始仿佛噔噔噔噔噔噔噔，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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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空。心仿佛满地尘埃都跳荡，一身心仿佛背后湖水亦流干，抱负困大个意心藏在非关境方。如若怕真相未化妆，还是以主观镜观看，一幅相顶多拍下平面的。出发，现实梦境全站不必百分之百，如实去记低那份评价，一时如我差，我有我的浪漫想法。点点点点，这个还蛮好听的，你会。有吗？哎，我刚刚唱歌哎，你们听到哪里？我刚刚唱的非常无敌棒哦，超级无敌好的哦，自己卡就是卡住了。Oh my god！ 我唱到哪里啊？直接没听到 ，Oh my god！ 我再一次，一开始仿佛满地尘埃都。走音，啊呀！一开心仿佛满地尘埃都飘荡，一伤心仿佛背后湖水亦流干，抱风还大个意心藏在非关境方。从感情出发，从感情出发，为现实梦境转折，不必百分之百。如常去记低那份平淡，人生如画展，我有我的浪漫想法，粘贴着记忆。
D 大调。错了，是 C。错了，错了。又不知道他写错，又不知道你。他什么？想不到什么歌了啊！风仔，风仔的生日愿望是希望我可以吃到你的蛋糕。咦，我也是，我也是，我告诉你，我也是。全部会痛，一切都美好。全部会痛，一切都美好。除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会有些修补可以做。友情岁月是谁唱的？是那个李克勤吗？是吗？却流不回头。哇哇，却流不回头，一切都美好。却流挫折面前仍有路，却流厌世总会有些修补可以做。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也知道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愿世中一起操劳，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之中，谁能看穿我？这种极，这种健壮非健壮，虽坏透只好对抗，由我撑着。由我眼撑着，是你心安。谁也破了灯，某天去补。我发现我真的是，喉咙状况不好。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望向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每时都美丽。战斗过难忘学挥，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生制。我知道这个，但忘了错对，但怀念过去，曾共同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都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会已静下，真心已在万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去看好多没听过的，你说歌吗？你说我唱的歌，还是你看什么什么好多没有听过的歌吗？你说酷爱，我很喜欢那首歌，那是我第一首入坑张敬轩的歌，你们知道他吗？他就是我最爱的歌手酷，哦不是，是那个叫什么张敬轩，他是我超爱的歌手，超级爱。
些苦累，会将我冷雨洗去了无情趣。从前或现在，当我是谁？你这一种伴侣，前夜一起睡，你却没连自己讲出口，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凌晨夜潮浪汽水，难道我对爱情已死心？贪高兴好心敷衍一下，却逼真的亲吻。我们这结局太不堪，分不出真假的爱恨。无谓爱太过痛太倾心，何故在这个世界得到加分，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对，立心我心肠，我对你极善良，如若你很想想我这样受伤，你会知爱情毒于砒霜，你怎安心可不改漂亮？怎想象你却没念，要共你而同享多少个真确晚上？这个好吵。嗯，对啊，很公演的歌很多都是没有听，没有就是公开别人过的，所以都有点可能没有不会听过，没有那么有名的歌曲。可是有一些一点点，就是可能会有听过之类的。会啊，我也听外文的，什么外文？你想要的是什么外文？一转头，前。面后要发力唱，这首歌是吻的太逼真的原曲。难道我对爱情已死心？贪高兴好心敷衍一下，却逼真的亲吻。我们这结局太不堪，分不出真假的我太过分太倾心，我固在这个世界得到加分，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仿似幻象，你给我的爱是玩具，磨烂后变绝情，难为这世界永没绝情，道别并无罪。情话，哇！春秋，我们又为你伤心悲伤，我们又为你伤心悲愁，不配有憾事，唔识唱，掠过去。噔噔噔噔。可是你觉得是好听的吗？公演的歌曲，哪一首？
春秋这首歌，昨天死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道？有没有道理？啊，好难啊！啊，人哥，救救我的音域，我的 melody。天使有没有运气？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我若能堪称伟大，再难挨照样开怀，如令你发现为你而活到失败，令人不安我本性坏。帮我听一下有没有抓到。你在聊什么？什么结心？你公演在哪里？你说你的 rap 吗？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未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着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掩大志太没意思。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我都抓不到。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全家。这个这叫痛苦
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过分容易。我醒了，我可以了。其实这好难啊。这样，你这个，好哟，你这个江敬轩这么厉害干嘛？这是，难怪我这么爱他。等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叫《春秋》，你们自己可以唱唱看。这首歌太难了，不是，我不知道他好像没有中文版，可是真的，好难。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过分容易。若自觉这叫痛苦，太没意思。若自觉这叫痛苦，未免过分容易。我没有被你改写一生，怎会有心事？我没有被你害过、恨过，写情情诗变废纸，春秋只是重要事。如果爱你。更没有道理在这样你得到真爱制造恨意，伤心说还可以，伤心底流露仅此而已。至少要见上晚天。我们还是唱别的轻松一点的歌，好不好？哼，这首歌我们用听的，大家我们用听的就好了。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听歌吼。为什么开了我的可爱的冷气？我的冷气好像不凉，过一样。适当时候放手是对的。啊，周雪应该舍不得吃我蛋糕，吃你的蛋，吃我蛋糕，吃你的蛋糕吧，因为有我。然后超好笑，你的朋友还说，是啊，不是你的朋友的线都还听到你的声音，啼笑一笑死，超可爱的，嘿嘿，可爱鬼。这晚与你逃离了市盛放，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保护，我信得使我拒绝等梦，爱唱。的那首会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踪，知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着风光的未来，无惧地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宕里，齐心
天遇到你啊，这样。这晚与你回头望跌倒里，凄雨低压，像呼吸都不对。撑过了潮汐幻变，感触得使我笑着落泪，太乱写了。感触得使我笑着落泪，曾如泪，曾如泪，高唱的回音尚有，有听过啊？令人气候没法去计，能否？他太吵了，外面 起笑。对啊，错我。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着，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可最风光的未来，未怕去做我想的我，高峰的风景多美好，也共遍踏尘根土，在这中仍一起看夕阳，一滴微丝那远路里，同看着时代飞舞，几张脸掠过，未留着，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唱着歌，无憾的吓着我，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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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们去听上一次的那首歌。上一次有唱过，上一次有唱过光辉岁月，我有听过，你想听是不是？对啊，下一次有跟你们一起唱过。我的脸融化不好看，赶快吃掉我，赶快把我吃掉。哒啦啦啦，还是你只吃那个面好了，吃我的那个脸。最近突然听到，耶、yeah。好什么？想到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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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什么 key 啊？
唱原 key 好了。仲剩下氣歸家的信號，在他身物裏。我怎麼唱啊？key 下好。等一下。我喜欢 Beyond 的歌的，很好听，我都很喜欢。特别是，我很喜欢听《冷雨夜》，你知道吗？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背影。嗯。还有那什么？灰色轨迹。灰色轨迹，他的阿玛尼阿古潘达，阿古潘达喂喂，库拉塔克喂喂阿玛尼，谁 ？Juice Week， 今天看到几点？嗯，不知道，看心情。嗯哼，周一再消沉，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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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着灰色的轨迹，
遥望都正，我想有望尽是心愿的嘴影。我以杯，等一下，我以杯，我想念，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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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一直唱都是我自己的 key， 不是他的 key， 所以我一直会走音。哦，踏着灰色的轨迹，我已背上一生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不想你面对，不想你别去，心一再回忆，谁能为我去掩饰？到哪里都跟你要认识，洗不去痕迹，何妨面对要可惜。各有各的方向与目的，踏着灰色的轨迹。哎，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唱了，真学他们。我已背上一生苦困，后悔与唏嘘。想你别去，我已背上一生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哦，不想你别去。请点歌。嗯哼，遥望，唔记得咗点唱。耶！谢谢红藤，红藤一直很捧我场，你知道吗？好开心耶！谢谢红藤，我好开心，不像那国叔在笑我唱歌是怎样。仍是雨夜啊，仍是雨夜，凝望窗外沉默的天际，问苍天啊，仍是雨夜，凝望窗外沉默的天际。同苍天问苍天，可会知心里的感觉？随着岁月无尽爱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封的眼光，失去了方向。每天多么多么的需要，仍与你拥抱着，忘掉世间一切痛苦悲哀。纵使分开分开多么远，也会听到你呼唤，期待我这一生再会你。
噶嘛。但是我真的是不行啊！可是我好想唱歌，我好想唱，让我今天来一个很努力的，让我有一个很努力的样子，在努力的想要唱歌，好不好？爽啦！在雨中，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你当初已改变，你牵强地相处。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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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个国柱是在取笑我。哎，红糖，你看我被欺负，虽然我比你大，可是我还是要这样子，还是要对弟弟撒娇。对，我是弟控，如果我有弟弟，我肯定疼死他的。风仔，风仔也是十八。风仔，你看国叔面，哎哎，什么女儿，什么女儿，你说姐姐，姐姐，我要想吃糖果。好啊，今天乖妈来给姐姐抱一下。好，你吃糖果。我超喜欢弟弟，我希望我的弟弟永远不要长大。可是我没有弟弟，醒醒吧，贤弟气。哎。我是愤怒。还笑，哎，哥哥也不错。巧克力，等一下，不要叫我小迪姐姐。先等一下，先等一下，仁哥，仁哥，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对，先不要，先不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欸，我觉得侯岩是蛮弟弟的。仁哥，仁哥，仁哥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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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仁哥啊，你是我的兄弟。I'm still alive. Am I? 咚，咔，咚咚咚，咔咚咚，咔咚咚，咔。白痴。Found the truth in the child's eyes, and the only limit is the sky. Living proof, I see myself in you. It will start to close in. Your heart is frozen over. Just show me what you made of. When the sunlight is fading, the world will.一开始听的歌是 Night FIFA，
check myself in you. When the world starts这边的哈伦王是人格，人格好好玩。那为什么先不要？为什么？鸡尾包的许愿瓶，我想听这个，好爱。讲错了，怎么真的啊？怎么真的啊？我才是哈雷王，是不是？哎哎哎，吉吉 ，QQ， 吉吉 WP， 不要走心，因为最近人哥不是在做了一个新的影片嘛，然后我就想起了，哦，那是哦，最近哦，相片的是人哥哦，嗯。I want you back.
肯定是封面照片，所以放得太丑了，肯定是封面的问题，所以没有人看，可恶。什么士林金泰亨，台北显子旗，行吗？我停了，我那个水瓶盖掉在地上，BBQ 口味啊。
照片。俊朗，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唱到歌，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唱给你听，但我现在唱了先。同埋你话嗰个 friend 系边个 friend？ 我识唔识噶？因为我见你都是香港人，所以就想问，即、就、系、是、有啲好奇想问。嗯，礼拜三，我到时记得讲广东话，我即刻会耶嗨咁样，嗨牛油咁样。青云是坐在右边还是左边的？青云。中后是偏左边的吗？就是你看下面的左边那边的吗？阿爸粥傻，多吃一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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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那姐姐帮我拍了一张照片，笑死 ，T 笑黑丝袜，记得要去买生写真哦，母汤生写真。到時可能唔得，但如果你在後台做嘢嘅話，可以偷偷地唱俾你聽。
以啊。迪比松松，学个姜 B 咁样，迪比松松，喂，那人人家很帅，就，然后就，哇，哈。人家是超帅的，哎西，我这是，喂，喂，哈，哎，江江，讲过的肉，要讲到对的地方。Hi, darling. It's all you've got. Yes. No long. You're very funny. 最近有在努力吃。Five glasses for the pop. This.I'm gonna try for an upside.
直以为我要播到十一点，结果现在已经快三个小时了，天哪！谢谢风的捕梦网。不是喜欢打扣就慢慢学就好，如果你喜欢的话才去学，如果你不喜欢不想打的话就不要学，就不要学， OK OK 知道吗？这里没有一定哦，这里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你的人生你自己主宰，你自己决定，就跟杰星的文说的一模一样。我跟你们说，还没看赶快去看杰星的文章，毕竟人生还是你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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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啊哈啊哈哈，哼 You beautiful girl. Damn all these beautiful girls. 椅子我觉得它快要被我坐爆了。对，打歌会很有参与感，可是不喜欢打都不要打。 OK， 想打就去打，不想打叫 Beautiful Girl。我很喜欢就是默默的看着偶像在舞台上，我就哇塞，哇好厉害，哇跳舞怎么那么好看，就是内心很激动，可是这什么都不假的那种，每个人都不一样。
watching movies all the time. Ooh, and I went away for doing my first crime. And I never thought that we was gonna see each other. 或是地藏，不是默默的。我是这种。那当那个偶像跳舞很憧憬的时候，就咚咚咚，那很憧憬，我都。谢谢风仔，谢谢风仔，等等，谢谢你的比心，谢谢风仔，谢谢你送我的比心，不知道是这一种心，还是这一种心，还是这一种的比心。Hello， 海风。哈哈，那是不是很白痴？我超白痴，对不起，我就是那种就是想要什么讲什么的，对对对，这种。我在干嘛？今天真的疯狂走音耶，你知道吗？疯狂走音，好猛哦，好猛。被我自己厉害到，耶！谢谢大家，看我直播咯。嗯，哎 ，NCT Dream 新歌哎，听一下。我昨天听到那个 teaser， 他自己一直都是。
舞单都会非常洗脑吧？不知道。如果现在是流行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考虑过这个东西哦，我真的有考虑过去 IG 发广告哦，我去自己打广告，我跟你说，我真的有考虑过这个东西，我觉得绝对要打个广告，这么好的歌，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K 笑，说不定某天你看到哦 ，IG 出现。哎，这是 Girl Girl 的打 pass， 巴拉巴拉，最新什么什么单曲，巴拉巴拉巴拉，就出现在你们的那个 IG Story 的广告里面，你都会知道，那可能是我，有可能是 me， 也有可能不是我。哼，反正是要打爆广告了，要求马上打广告。没有首张单曲，不好意思，首张最新什么？我也知道大家每天都在听。哎，跟你看我耳环超美的。我要办一个广告用的账户，不要！你要打广告，但是用自己的账号啊，追踪我，白痴哦。好了，我知道我想法蛮狂的，可其实是很想要大家知道这首歌，对，而且超多好歌的里面。有 ，Magic is the rock and roll， 有，恋爱幸运饼干，有365，有翅膀，神曲耶！神曲里面其中两首都已经在里面了，还不赶紧好好听？好了，我知道大家都有听，乖，我知道大家都有听，很棒。看我耳环好了。算了，看不到，没关系，不重要。确实，对，真的，神曲都在里面。哎，柠檬，果然柠檬就是一个有脑袋的人。
包，可恶！你赶快给我抢红包啊你！谁发的红包 ？Hello， 徐佳佳呀。观众，我觉得应该影唔到相，因为我哋应该系表演完，跟住就会走。玉安的红包是吗？你可以影我，我会尽量望喺你个 cam 度，望喺你部手机，叫我 hello。Stay up too late, but I gotta let you know that you've been on my mind. Taking a while for me to say it, hope it's fine. And I wouldn't mind if you were taking up my time. So I'll meet you.安静的歌，我找一下那首歌，让我觉得获得了安宁，你懂吗？第二首歌呢，叫《Everyday Life in Jordan》，然后，歌叫做 Trouble in Town， 还有那首 Church 也很好听。那这两首歌让我获得很安宁。这首真的是我那天有超心烦，我一听我说哇，我静下来了。Hope you're okay. Trouble in town because they call.My sister, you can't wear her crown.
It's trouble, it's trouble. 你在看我脸，好像蛮小的。 Blood on the beat. Oh my goodness, there's blood on the beat. The law of the jungle, all the law of the street. There's blood on, there's blood.可是我今天 这直播也是没什么内容， 所以其实也还好。 对， 这是一个休闲的播都好。 怕漏到肉，不想漏肉。等一下，哎，笑死！等我。耶，牛油，耶，同框，鬼都很恶同框哦，但可以当成半年出来。<笑>不像虐我很吧？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做人太多内容太辛苦了，你知道吗？就是一辈子就是。 承受着那个内容的沉重，那你脑袋要快爆炸了。但是做人简单一点就好了。对啊，我就是内容，对啊，就是内容。你继续说，我直播没内容啊。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内容，我走出来就是一个内容，我走出来就是一个风格。 跳了这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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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去 Google 我，我刚唱了三次才唱对，很要求。灯光那么暗呢，兄弟们。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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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Shine your light on me。我本来是想，想那个，想在那个公演的时候说，我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 ，The greatest thing you ever learn is just to love and be loved in return 。哎 ，sorry， 我在用那首歌的旋律去记这句，可是要我直接讲出来，我就是讲不了。The greatest thing you've ever learned is just to love and be loved to, in be loved in return. 这辈子你学过最棒最棒的事情就是去爱人，还有让人去爱你。哇哦！所以这句话是我很喜欢的话，可是这没有影响我很深。对，另外一个 It's better to burn up than to fade away 比较影响深刻一点。然后我说的那个乐团的主唱，他是那个，你知道吗 ？Chris Cobain，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就是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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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Entertainers， I'm a legend， I'm a skater， I'm a legend， 那个 Smell like Teen Spirit。他还有一句，不是，他还有一首歌叫 Rape Me My Friend， 其实他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你们可以去 Google。 你们知道这首歌很棒，我都知道，你们很肯定知道， Taki 也肯定知道这首歌， Taki 一定知道。Taki 一定知道啊，因为 Taki 喜欢人跟他跟我一样会听外文歌曲，然后李猫头也一定会知道，我就是你们一定会知道的时候我才讲这个，反正人知道就好，你们会懂，太懂我了，爱你。是一个传奇，你懂吗？辛苦，我跟你们说，水瓶座的人当你们自己吧，做你们自己吧，不用管其他人的。就除了吉他。
天蝎风筝的梦幻星座，还有那个啊，同时也是属我们称同心称。从四月起是我的城堡，我的秘密基地。我们有这个李梦辰，他到后台的时候，他跟我说：“姐，你一堆问题，我忘记做。”我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说：“我忘记那个秘密基地。”我就说：“没差了，那个真是没差。算了算了，我真的是没关系。”然后他说：“反正你不开心。”我说：“没事，我也很常就是跳错什么的，所以你不要难过，没事了，真是没事，真的。”他说。可爱死了哎，李梦辰。有头有尾，我们来放一首 Bee Gees 的歌来结束今天的直播。当吉他卡住，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ing warm in your love and your soul with m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feel good.KK， 谢谢 KK。第十九名是可乐王，谢谢可乐王。第十八名是小叶，谢谢小叶。第十七名是班长，谢谢班长。第十六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十五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十四名是夜风明月，谢谢夜风明月。第十三名是俊莹，谢谢俊莹。第十三名是侯乙，都在侯乙。第十一名是盖美包，多谢盖美包。第十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九名是风仔，谢谢风仔。耶，风仔比心。第八名是李猫头，谢谢李猫头。第七名是我的兄弟证人呀，谢谢证人，好久不见，要好好照顾身体健康。然后，可以来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到时候再见，好不好？谢谢证人。第六名是周，谢谢周。第五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四名是凡，谢谢凡。第三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第二名是玉安，谢谢玉安，还有今天的红包，谢谢。第一名是 Sam， 谢谢 Sam。Sam 的是今天有送那个爱的抱抱，熊，我有熊耳朵。可是不在这里面。谢谢 Sam， 大家晚安，明天上课加油。然后恭喜红腾明天下午的课，然后耶，今天陪我一直直播呢，讲了很多很多，听我讲了很多很多话，他看了一个有这么丰富内容的直播。我就是这个直播的内容 ，OK， OK， OK， 哈哈。
我跟你说，在我不知不觉，我就是最棒的你。好了，我要关咯，大家好好休息，知道吗？我也要去整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要睡觉了，大家晚安。好然话真系咁睇住你个样，咁就一世啦！哇，夸张，好夸张！大家晚安，早点睡觉，明天好好继续上班上学，好好加班呢，各位加班。好了，也不要加班，好好休息。OK， 拜拜大家，拜拜，辛苦了大家。我这内容宅的呀，我就是啊，敢说你敢说不是，敢嘴你敢嘴，嗯哼。先充个电，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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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拜拜。公演好好玩，好开心，好喜欢大家的打 call 声。然后每次出场之前都听到你们的那种很热情的打 call 声。每一次后台的姐姐都会跟我们说：“哎，你们打 call 声每次都很猛，很厉害，很大声哦！”我就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他们就说：“对啊，每次都很大声。”我就很开心，谢谢大家那么落力的替我们就是打 call， 因为这样子就是很影响我们，不是影响，是很让我们有一个正能量，就让我们哇，好热血热血，你懂吗？对，所以是蛮开心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大家像每次的公演啊之类的，都就是这么猛，让我们有这个很热血的感觉就好，很赞很赞，大家拜拜，拜。生写真，生写真，记得黑色丝袜，空姐，你们最喜欢最想看到的东西。好了，我下了，拜拜，拜拜。对，我也知道十二点是晚上的开始，我都两三点才睡，我昨天四点快五点才睡。好，我要赶快下播了，大家不要选那么作息不定时的我。嗯，拜拜大家。